Thank you.
过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哎，空中飞人要上了，一迪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大概又去抽大烟了吧？欠了一屁股债还抽？就是。爹，你放心，我去找他。好，快去。救救我啊！不能再借了，早晚会要你的命。别告诉嫂子，拿着。哦，我该上场了。
么乱，你还把钱借给你师弟，也不自己留着防身，我们要用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哎，他是我师弟，怎么能不救呢？提他我就一肚子气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借钱呢？吃喝嫖赌他全都齐了，现在还在外面养个小老婆，你把钱借给他只有害了他，你这个大师哥怎么当的嘛？哎，我知道了。哎哎，一天，你看你老让我操心。再通融两天吧。今天没钱不行。嫂子，什么事？他们来要账呢。哎，对我嫂子客气点啊。去你妈的！哎呦，你敢动手打我？哎呦，妈呀！嫂子，让我来。上啊！勇哥，小心！哎哎，他们打起来了！你先进去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别打了，他们欺负嫂子啊！打他！拦住！住手！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一你借他们钱，他们就动手打人。欠你们多少钱啊？5个大洋。哎，师傅，哎，欠债还钱。哎呦，拿，走吧，走，快走。哎，师傅，弟走了，啊，走了，啊，那空中飞人不需要取消了？不行，长风马戏团最出名就是空中飞人了，无论如何不能取消。是啊，不能取消，没办法，我上吧。哎，不行！行了，阿爹，告诉二姐，劝你的。爹，你真的要上啊？我不上谁上啊？长风马戏团要是没了空中飞人，我看那些观众非把咱舞台给拆了不可。叫阿东上吧。阿东，嗯，他行不行？没问题。
这些钱是我一点点存的，现在日本人来了，我看咱们这班子散了吧，大家把钱分了，以后各奔前程。阿天，分给大家。师傅，现在散伙了，您打算去哪儿？去南边找我弟弟先落下脚，看看有什么班子可打。带我去吧。你别去了，你想表演空中飞人，跟着我没用的，还是自己碰碰运气吧。阿天，把钱给阿东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用再说了。阿天，收拾一下走吧。东哥，你可千万不要把我忘了。哼，放心吧，忘不了。东哥，东哥，我们去南方，你有空来看我们。嗯。东哥，再见了。又见面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师傅，谁叫你跟着我们的？大家小心点，此地很乱。师傅，那我们怎么办？热闹了，找到我弟弟就行。东哥，哎，小心！哎，你就在这儿长大的？啊，是啊，这是我的地头，有我罩着的。抓小偷！站住！好，走开！站住！对，小偷！
走！喂！小朋友，没事吧？ 卖鸦片罪有应得，快把他抬走。是。东哥，他死人了。没有。什么没有？别多管闲事。那个人身手不错，长得也挺帅的。帅什么呀？看他那德行，帅个屁！干什么？人家长得是挺帅的嘛。哎，我要是不来啊，我弟弟的房子也许不会烧。人要是倒霉，喝水都塞牙缝，老天真是不长眼。 爹，房子烧了，咱们以后住哪儿啊？阿梅，师傅心里很乱，就别问了。师傅，我有个叔叔在这开粮店，我现在去找他，他一定会帮我们的。爹，让东哥去吧。是啊，说不定他叔叔能帮我们。阿东，你快点去吧，不要勉强人家，你也不要勉强自己。嗯，师傅，我陪二师哥去。 走，我叔叔的粮店在广东是最大的一家，生意好的不得了啊。可惜没儿没女，我叔叔啊就我这么一个侄子，只要我一开口啊，绝对没问题。哎，就这儿。啊，这就叫大呀。以前一直是一个月结一次账的，不管以前怎么样，现在照新规矩，你不愿意买，到别家买对吧？ 哎，我求您帮帮忙，好吧？喂，我们的店啊，一直有信用啊。哎，老弟，你怎么这样帮我叔叔做生意啊？哎，你的照老规矩，没问题啊。哦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喂，你是谁呀？为什么喂？跟谁说话呢？什么事啊？我叔叔什么时候又弄了个小的？你是谁呀？我叫乐义东，这家粮店的老板乐崇山是我叔叔。 以后我就是粮店的合法继承人，现在暂时做空中飞人，明白了吗？你口齿这么伶俐，我能不明白吗？很好。空中飞人飞到此地，有何指教？贵姓？我叫玛丽。嚯，洋人的名字啊。我叔叔呢？跑了。嗯，跑了？说清楚了，我受不了刺激。你叔叔欠了一屁股债，用垫底债了，他受不了刺激跑了。不可能。 这家店是我叔叔的命根子，多少钱他也不会卖。你去哪儿？哎，我要进去找他。你叔叔不在了，请你出去。我出去，除非你把我抬出去。喂，出去！意外，进，看我的。 你干什么？水伯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告诉他，这家店是我叔叔留给我的。我告诉他。水伯，什么事啊？老板，没事。什么？他是老板？哎，你快点下来啊！我不喜欢别人在我头顶上讲话啊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怎么回事嘛？这个，我什么时候换了老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叔叔呢？找麻烦的，他是谁啊？现在店是人家的了，义东。我明白，我不是想要这家店。 我是从上海逃难逃到这儿，想跟我叔叔借点钱，帮我师傅重组马戏团。你叔叔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怎么帮啊？要不要干掉他？不要，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不要节外生枝。
东哥，怎么办？咱们走吧。行了行了，睡伯，借点钱用用啊。钱呢？我也没有啊。真的没有啊？嗯。你师傅等急了，快回去。催什么催？我不知道要回去啊。我走了。哎，走。哎，去。哎，回去千万别跟师傅说我打架的事啊，不然我……别当我是小孩子嘛。走。水波啊，你跟他说什么呢？我什么也没说呀，我叫他以后不要再到这儿来了。你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。哦，二弟，手脚做干净一点。我知道了。啊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老不死的，咱们走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走吧。什么也没说呀。哎，阿美，好看吗？爹，小心点啊！这破房子怎么住啊？阿梅，不要这样，有了钱咱们马上就搬嘛。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。爹的想法你明白，到这里找你叔叔重组马戏团，谁都会这样呢。哎，说不定阿东的叔叔能帮我们。嗯。哎，记着不许乱说话。哦。嘿，怎么样，找着你叔叔了吗？师傅说的对啊，做人要有骨气，人家帮助你成功了也没面，所以我就没去找我叔叔。师傅，让我来吧。你刚刚没去找你叔叔，那你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，带小发逛了逛。师傅，其实我……好了，别说了，找不到你叔叔不要紧，留下吧。哎，别惹事就行了。啊，我不会惹事的，啊，让我来吧。小胖，你们刚去哪儿了？小胖，你要的那玩意儿，我明天给你买啊。我没要玩意儿，我也没说你跟人打架的事。什么？我跟谁打架了？胡说！哎，我可没跟人打架啊。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呢刚才在街上经过，有一个人撞我，跟着呢我一个跟头就闪开了。那个人说我一定是耍马戏的，还说这耍马戏的一定是下三滥。我一生气啊，就跟他过了两招。这过两招怎么能算是打架呢？你别听小胖的胡说八道。哎，不信啊？不信我说的。阿东，哎，记住。今天的事回去不能告诉师傅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各位乡亲父老，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是上海长福马戏团，今天出道跪地，为你们表演一个精彩的节目《心口碎大石》。大街上表演这样做不太好吧？师傅知道会生气的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赚钱重组马戏团，你不说师傅怎么知道？师傅不喜欢我们街头卖艺啊。晚上回去别演绎，顺便为马戏团宣传一下啊！哎，准备准备啊，表演马上开始。哎，来了，嘿，好，阿东来。哎，各位小朋友，这是经过特别训练的，回家可别学啊。来呀，来什么来，人都走光了。精彩的话，请多多打赏。请让让。谢谢，谢谢。你看，人都跑那边看去了。各位大哥，
点面子好不好？我们也出来混饭吃的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乱扔鞭炮很危险的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？喂，到这儿来赚钱，得先拜拜土地爷。我们也是。哎，师哥，他们是要钱。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哼！钱给我，快点！是不是想挨揍啊？快点，快点，磨蹭什么？收拾下回去吧。嗯。二姐真的走啊？先躲一躲。怎么着？师哥，我们要给钱了。那钱在这儿呢，拿去吧。二姐，二姐，二姐，你去哪儿？他们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。我去看看他们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快走！好，好，好，李勇，好，看你往这跑。哎，住手！哎呀，别打了，你是聋子。哎呀，你来晚了，他们欺负人。啊，呵，又是你，啊，我告诉你，在我这不准惹事。哎呦，你这巡警是瞎子，不明是非，要我惹事早跑了。你少跟我废话，我亲眼看见你还有你在这儿打架。喂，是他们先打我们，我们两个才还手的。哼，那我不管，打架就是犯法，你们俩跟我回去，跟我走。嗯，想跑，跑。哎，你跑的话再加一条队。队长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在码头吧。你误会了，我们在街上表演，为了混口饭吃，有几个流氓要跟我们要钱，他们才动手打起来的。哦，真对不起。这样啊？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说你不信，他说你相信。阿东，你这个人太嚣张，我偏信他，不信你。什么？东哥，对不起。这里太乱了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一定被人欺负。这次就算了。哎，谢了。好了，回去吧。走了啊，走。谢谢你。哎，走了。这里大米的价钱由我们控制，什么时候涨价是我们说了算。这你就满足了，我还想控制鸦片。真的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那要看金局长的了。看我？我能帮什么忙吗？我们老板的意思是，请你用对付粮店老板的方法去对付烟厂的老板。事成之后，好处会比上次给你的多三倍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件事我恐怕有心无力呀。啊，您是不是嫌少啊？我来晚了，真对不起啊。玛丽小姐，欧文先生，怠慢了。金局长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这样吧，你们请老板娘出马，她黑白两道都够面子，我想她一定有办法。金局长太抬举我了，我这里幸亏有局长罩住，不然早就关门了。哎，还有我们那位师傅呢？什么事都可以商量，这个人不能放啊。为什么？他在处理鸦片的时候被唐芳当场抓住，人赃并获。唐芳虽然是我的部下，但是这个人公事公办，谁的账都不卖呀。老板，看起来这件事得我们自己解决了。甭狡辩。哎，抬头抬头。舒服。师傅，你一定又在想马戏团的事吧？爹，天凉，多穿点衣服吧。哎，爹一直在想重组马戏团的事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完成师父的心愿。
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可找到你了啊！好，停停停停停。老哥，我叫龙武，想跟你交个朋友。跟我交什么朋友？哎，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呢。那你就不用说了。你是不是有个叔叔在这儿啊？怎么，你见过我叔叔？何止见过，我亲眼看见被人家抓走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想不想见他？他在什么地方？喂，我叔叔真在这儿？能不能救他，就看你进不进得去了。没人，小心呐，他关在房间里。叔叔可能在隔壁房间。哦，喂，喂，帮忙。哦，耍我！你来抓住他！还想跑？站住！劫狱。不是，我是来找我叔叔的。收起来。误会，这真是误会。听我解释，我来找我叔叔的。往哪儿跑？锁起来！是。你认识他，去问问他。上次他放了他一次，这回……快去呀！您去吧，他会给您面子的。您去呀！唐队长，给我个老面子，放了一冬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他。是。他以后再也不会惹事了。是。沈师傅，请过来，在这儿签个字，没事的。哦，哎，谢谢啊。我的肚子好饿，怎么办？我也是，船上一定有很多好吃的。师傅说不能偷东西。不行啊，我这肚子真的很饿。吃的东西不算偷。哎，你也在这儿？你好像在找人呢。找谁呀？找我的师弟师妹他们。我帮你找。不用了。是不是你要找的人？小孩子偷东西？不是，他们不会偷东西的。小朋友，别跑！哎，站住！咦，还跑？这挺厉害的。师姐，你别叫我师姐，我没你这种师妹。
小妹妹，你们不是偷东西到花船上干什么？我去看看。是啊，明知道这种地方小孩子不能来，就算你没偷东西，人家都会说你偷东西了。我看你是非打不可。哎，小妹妹，你有没有偷东西？没有。那你小师兄有没有啊？好像有。什么？你明知道偷东西不对，你为什么不拦着？他们比你大，不懂事。你小，你应该明白，你应该教他们。为什么不管？你说，你是不是该打？我看是非打不可。你别管啊！哎，你怎么打最小的？你不明白，不打长不大。哎呀，我今天就打也没用啊！小孩子要慢慢的教。不行，这样会纵坏他们的。哎，我今天就打。哎，看我了，看我了！哎呀，这件事别再追究了，算了算了啊！还不快走，别来这种地方了。好，这次给你面子，是你让他们走的。哎，回去再好好修理你们。伸直。阿天，我肚子饿了。哎，等师傅回来一起吃吧。哎，行了，吃饭吧。阿兰，叫他们下来歇会儿吧。好吧，师兄替你们说情，下来吧。爹，您累了吧？不累，没事。师傅，先喝口茶。哎，师傅，吃饭了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当家的？又是鸡又是鸽子的，这顿全吃了，下顿吃什么？不是我做的，这些东西是他们拿回来的。谁呀？是谁呀？师傅，甭管是谁了，这顿当庆祝我们安全到达这里。您就吃吧。是啊，师哥说的对啊。师傅，您找到事儿做了，我们呢也都全找到事儿了，以后就安定了。现在我代表师傅宣布开始吃饭。到底是谁拿回来的？从哪儿拿回来的？你们就是不说，我也知道是谁。师傅，您是说我？除了你，还有谁敢这么做？爹，不是他，是我从船上偷回来的。师父，不关他们的事，东西是我偷回来的，还有我。师父，我也去了。饿着你们了吗？就算没得吃，也不能去偷我。师父，算了，下次不敢了。还有下次？什么是偷来的？我陪你们送回去。你们找谁呀？请问你们老板在吗？请啊。老板，有人找你，请进去吧。谢谢。日本鬼子一炮把我给打到这儿来了。你好吗？好。你呢？好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的徒弟呢？哦，我们班子散了，有几个呢回乡下了。这几个小东西跟着我，他们太淘气，偷吃的竟然偷到你这儿来了。你看。啊，没关系，把他们全叫来，我请客。那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快点吃啊，菜都凉了，还等什么呢？师傅说要等你一块吃。啊，自己人不用客气。来，吃了，吃。哎，吃。一天，弟妹，当初我觉得你们俩不大配，想不到现在越看越顺眼了。好多事儿都想不到呢。我妈去世了，我们全都以为你会嫁给我爹呢。哎，更新面提这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我说错了吗？不说就不说嘛，每回都这样，我一张嘴你就拦我，你这真是。破，嫂子。哎，吃虾新鲜，真讨厌。来，嫂子。谢谢。阿东进马戏团的时候，就像一北这么大，整天蹦蹦跳跳的，很顽皮。是，我跟师傅一年啊，你就离开我们了。哎，一晃十几年，你比以前更年轻，更漂亮。你的嘴那么甜，难怪走到哪儿师傅都要带着你。不是，是我带着师傅啊。阿东啊，就是脸皮厚，人家赶他走，他都不走。你不就喜欢我脸皮厚吗？谁喜欢你啊，臭美。
阿兰啊，你的嘴就是不饶人，长大了还是这样。你小的时候啊，我经常抱你呢。爹常提起你。是吗？他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阿兰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快吃吧。哎，吃饭，吃块鸡。您慢慢用，我去看看。好好。看看什么看？都吃饱了。我去谢谢人家。找借口。喂，去听听他们都说什么。喂，是。我离开马戏团之后，这十几年的时间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条船上，哪有时间考虑终身大事？你知道，什么都讲缘分。知道，我知道。别老说我了，说说你吧，大哥。我，你看，我这不是活得挺好吗？女儿孝顺，徒弟又听话，生活挺安定的，无牵无挂的，倒是挺开心的。我的大哥，你这个人我还不知道吗？死要面子，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吧。哎呀，不了情啊！整我？哼！不是我。哎呀！你弄我一身灰！进来，全搬进来啊！嘿，真行。阿兰，来，把窗帘挂上。阿菊，来，把这个拿去啊。哦，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啊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最好能换一张大的这个洋沙发，墙的颜色太暗了，最好换浅一点。这个地上啊，这地毯最好要这么厚啊，不厚踩着不舒服。还有我这床啊，最好要有弹簧的，吸什么丝？还有再找两个人伺候你。哎，那当然更好了。没问题，明天我叫人来。哎，我说着玩呢，你当真了？我可是当真的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去把窗帘挂上。好，我去看你爹。如果有人对我像他对师傅那么好的话呢？我立刻献身给他。大哥。哎，我老觉着搬到这里不大方便。哎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你们这么多人，应该有个落脚的地方，住下来心里踏实了，才好发展事业。难道你不想重组马戏团了？是。老睡木枕头，脖子会越睡越硬的。他陪了我十几年了，我们已经有了感情了。人要随着环境改变的，试试用软枕头，说不定你喜欢呢。不喜欢的话，就把它扔了。哎，好，我慢慢改，慢慢改啊！我下去看看他们。哎，好。老说我脾气不改，你不还是一样，越来越婆婆妈妈的。哎，还是睡他，改不了喽。阿天啊，你这里摆张化妆台就好了。想办法弄一张吧。哎呦，我衣服这么多，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又没有衣柜，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我帮你弄个大的。哎，阿天，如果这里有厕所就好了。哎，好。阿梅，师叔。师叔，老板娘，你的师兄当然没问题。能有固定的工作，他们会很开心的。至于组团的事嘛，你就尽力而为吧。还有一件事，千万别说我来过。好。拜托你告诉你的手下，一定要保守秘密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你放心吧，再见。你照办吧。是。起来！我们工头有话说。沈天一，哎，师傅叫你呢。哦，有。张一天。乐义东。你们三个过来。你们是常福马戏团的。是啊。真是幸会啊。哪里。
你们在这里做事真是委屈你们。没关系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我打算支持你们重组马戏团。真的？什么时候啊？我再找几个股东，三两天就有消息。谢谢，我会通知你们。我们先走了，哈哈。不打扰你了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嘿，真没想到啊，可以重组马戏团。哎，非亲非故的，说说算了，你别做梦了。算了算了，去做事，去做事。走走走。师傅，你累不累啊？不累，玩了几十年的飞刀，这刀算什么呀？有重活让我来干啊！哎，停工！停工！停工！别工了！别干了！别干了！站好！站好了！别干了！别干了！过来！过来！快点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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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局长，什么事啊？我们要把工厂封了，带你回局子。你做过什么事情应该很清楚。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啊。我有拘捕令。你包庇地痞流氓。大哥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局长，我真的没有啊，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做过啊。哎，不装厂长啊啊！厂长，站住，站住！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呢？谁再敢啰嗦，我就当你们同谋，带回局子。今天下班了，什么时候上班？你们注意布告，你们走吧。我看看，嗯，你买布干什么？送人。我猜是送给师叔的。嗯，要师傅他自己送才有意思啊。对。谁交给师傅？你。哦，不不不。去呀去呀！不行，我呀妈的！去吧。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就说。我回来了，哎，你们看我身上的衣服好不好看？又便宜又好，漂亮吗？哎，你看看呢，好不好看呢？哎，老婆，我衣服好看吗？你穿什么都好看，准备开饭吧。你先去，我就来啊。哎，我给你看了件衣服，哎哎，我有衣服穿。嗯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一个个都拉着脸的。嗯，哎。工厂停工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上班。哎，那不正好，我们可以重组马戏团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再说了，都这么大了还不懂事，谁不想重组马戏团呢？得有钱才行，现在每花一分钱都得想一想。可是你这么乱花，哎呀，那些小孩都比你强，他们都不肯乱用，你叫我怎么说你？爹，你别生气，下回我记住了。还有下回，姐，师傅，不用说了，算我连累你们，明天我去当铺把衣服当了，行了吧？哎，别这么说，再上班我就是工头了，没事了。哎，吃饭吧。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哎，吃饭，吃饭。师哥，您当了工头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哎，轻快点，你也可以啊。真神气。师傅，吃饭了。哎，吃吃吃，把这点手上活干完。师傅，你先吃饭吧。啊，好。师傅，你擦擦手。啊啊啊！呵，带这么多菜啊？是啊。七叔，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来呀。嗯，大嫂做的菜啊，得多吃两碗。哎，这全是你师哥做的，阿梅怎么会做菜呢？是吗？师哥有两下子，全是我炒的，还行吧？
七叔，这家工厂呢是又大又好，这回可以大展拳脚，咱们又可以大展宏图了啊！设备呢，全从英国进口的，到那是从印度来的。我听老板说，计划把新产品怎么了？全国各地。到那时候，没什么，吃饭。来了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到办公室去看看啊！来呀！来，七叔，进来。师傅，你吃饭吧。老杜，多难吃的饭我都咽得下去，可是这口气我咽不下，是不是你小子？是不是这小子？就是这王八蛋，上次白了我一道。哎，喂喂，喂，算了。你现在在我们工厂做事，以前的事一笔勾销，谁也别提了，最多不干嘛。啊！哎呀，老杜，别管我！哎，喂，你干什么？师傅，我要送他去局子，别管我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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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杜，冷静点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管我，放手！干什么干？让开点！大哥，大哥，又是这臭小子！救我！马东，大哥，什么事？马东，对不起啊，他在这闹事，还动手打我。别多事，把他们俩开除。我不干了。阿东，大伙不能全失业，我知道，可师傅，师傅会明白的，你自己要小心点。怎么样，你什么都别想了，好好的休息，你的事包在我身上。还有什么好想的，我倒是没什么，就是担心他们。那等我把船卖了，替你重组马戏团。哎，千万不要啊！你不是想重组马戏团吗？想倒是想，谁不想？可是我这个人，除了马戏表演之外，剩下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啊。但是我已经决定了。你怎么决定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是绝对不会用你的钱。你的脾气还是那么犟，这辈子都改不了了。我要是脾气改了，那就不是我了。好了好了。我们不谈这些。行了，我没什么，你早点回去吧。我走了。嗯。师叔，我爹他说什么都不肯看西医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放心，让我来。什么年纪了还嘴硬？好好的照顾你爹，有需要就找我。好，他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啊。谢谢师叔，师叔再见，慢走。进来，进来呀，进来。什么事啊？师姐，师傅叫把这部送给师叔，你帮帮我。给你，跟人家要东西，送东西也这么难，没用。师叔，阿菊，什么事啊？送给你的，你看看。送我这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爹亲自挑的，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收下吧。真是太意外了，他怎么送东西给我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只知道爹自从见了你之后，人都开心多了。那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替我谢谢他。哦，好啊。哎，不大好，留着你自己当面谢他吧。那好，再见。小子。你才小子呢。对不起啊。小妹妹，你知不知道有个叫做乐义东的住在哪儿啊？不知道。那沈廷义呢？不知道。妈的，比我还凶。应该在这附近呢，去找找他们。找找他们，扁他们一顿。是。贼眉鼠眼，爹。
小胖，过来过来。地势着了，咱们自己想办法。嗯，准备。妈的！继续找，吊我吧！快！在这呢。上。看什么？哎呀！哎呦！来呀！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哎，我呢？看我呢？跑！不想再有这种事情发生。东哥，你真的要走？是啊，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走。你们要好好照顾师傅，千万别学我。站住！去哪儿啊？偷偷的溜啊？师傅，我说走就走，你把这当什么了？我要是留在这里，会连累你们。连累我们？你这说什么呢？有谁埋怨过你啊？我埋怨过你吗？师傅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很想留在这儿，可是我在这儿老会惹事，叫您老人家生气。您不开心，大伙儿全不开心。我还是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师傅，我不是你师傅。师傅。全都给我滚！全都给我滚蛋！我不会再做马戏团了。
过来洗把脸吧。我不死心，我一定要出去闯闯。阿梅，现在不是时候，人这么穷，局势又这么乱，谁来看马戏呀？没人肯拿钱帮咱们的。阿天，你光会对着我说，对着他们呢，你就哑巴了。我告诉你，路是人走出来的。阿梅，你再忍一忍。在工厂做工，我也不想啊，但是能怎么办呢？等将来环境好一点，就算你不想做，我也不会答应你的。我是小丑，你是美女，天作之合。不表演的话，那浪费了。来，擦把脸。你老是说将来，将来，将来我给你做大官有用吗？来，阿天，过来。放在这儿。哎，有一种新产品，工厂要试一下。你现在给我找六个人来。六个人呐？每个人三个大洋啊。啊，好，我给你找五个人来。哎，我要六个。哎，那我也算一个嘛。啊，哼，那如果试烟有意外，可与我们工厂无关，生死各安天命，我们不会负责任的。有人不愿意的话可以马上走，一个字儿也没有。师哥，你不要再上班了，你脸色这么难看，买点好吃的补一补。不行，为了阿梅，我要多赚点钱呢。啊，师哥，我这还有一点，你先拿去用吧。不用了，拿着，将来我再还给你。嘿，见外了，我上班去了。嗯，来。洋人看见了会不高兴的，啊！去去去去！阿梅、阿兰，阿梅、阿兰，你们看看好不好看呢？你姐姐想了很久了。给我的，谢谢。阿天，我走了。我告诉过你，我一定要出去闯闯，找到金主，我再回来见你。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吧，不找大姐了。你们去那边找找看，有消息赶紧告诉爹。好，别到处乱跑啊，小心点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哎，我人生路不熟的，大姐去哪儿也没留个话，所以想请你帮忙。放心，你的事我一定帮。你这人真不错。应该的。大姐这个人太任性了，找不着人支持马戏团，她是不会回来的。你放心吧，这地方虽然大，但是各地区派出所的所长和我都有交情，我相信三天之内一定能够找到她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。你以后有任何事都记得找我，即便没事也可以过来坐一坐。
你太忙了，没什么事，不好意思麻烦你。呵，我叫人马上找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快点，快点！来来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臭死了！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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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又死了两个！世烟，世烟，把命都给送了，这洋人真不把咱们中国当人呐！我已经有了姐姐的消息了，准备出发。是，出发，出发。我们赶快去通知你爹。嗯，走吧。我们决定用你这条船做生意，把船寄给我。说，船寄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跟我来。哦，楼上楼下都找过了，没有啊。唐队长来了，你姐姐在里边，我有事要回局子。哎，好。啊，小玉她，师叔，小心。放了他。哼，你们已经上了贼船了。你只是跟我过不去吗？告诉你们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，我送你们上西天。呀，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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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玉，小玉，你没事吧？快，别来！我，我，我，师傅，你叫我师兄，我去帮他们。小心点啊！
带回去了，走。麻烦你了。消息错误，你姐姐不在船上。只要她不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一定能够找到她。我姐被我爹宠坏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 你师兄在等你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再见。喂，跑我的马子！哼，幸亏你跑得快。你跟他很熟啊？不算太熟，见过两三次面。他人挺不错的。哈哈，见过两三次面就那么了解人家？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，你了解我有多少？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当然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知道？山西老陈醋什么味儿？老陈醋好吃吗？你以为我在吃醋啊？哎，笑话，我吃醋，我还想喝酒呢，干巡警的就那点花招，真真假假，替你找姐姐，又送你回家，这种给女孩献殷勤的事，我告诉你吧，我八岁就会了。 哎，说漏了。阿兰，你开门呐，你听我说嘛。敲敲门，你在不在？师哥，阿兰，要走的早晚得走，要留的早晚会留。你喝酒了？没有啊，我没醉。阿东，做人勉强是不会幸福的。 我了解你的心情，我现在才开心呢。我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的，你们用不着为我担心，让我开心就行了。我现在想得很开，我应该让你开心的，回去睡觉吧。那好吧，那就睡觉吧。 金局长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我的女秘书到船上消遣，被那些人打伤了，又被你的手下把她抓来了。你局长怎么当的？进来。局长，你这个人越来越不像话了。 幸好欧文先生和龙老板不是斤斤计较的人，快把女秘书放了吧。欧文先生的女秘书成群结党，强占他人财产，蓄意伤害他人身体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把他抓来有什么不对？我也调查过了，他们是正当地商人，对社会颇有贡献。那些人嘛，只是地痞流氓，滋事扰民，快放人吧。金局长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不过。 我会请华商会出面交涉的。
我本来计划拿一笔钱帮派出所建一个俱乐部，现在我要重新考虑，你也要想想清楚。两位暂且息怒，再不放人，一切后果由你负责。出去！站住！还有，限你24小时之内，把那批地痞流氓给我抓回来。敢创业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去你妈的！马上给我滚！七叔，最近这批烟调配得很理想，欧文先生决定用这个标准大量的生产，推销全国。这回可辛苦你们了，那我们要日夜赶工才行啊！七叔，抓紧办吧。是。小心别弄出人命来，叫他滚蛋。龙母，好了，别打了，把他扔出去。别打了，拖他出去。是。地方打扫一下，收拾收拾，拿好自己的东西，别人的不许碰。等一天回来，咱们就走。爹，走，我们去哪里啊？离开这里再说。唐队长那么帮我们，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？是啊。我去找师哥。站住！所有的事情都跟烟厂有关，他们想感觉我们，我要去找他们算账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，烟厂，师哥，师哥，我是个小丑，我不要这么说，替人带来欢笑，我应该让他们开心，我也开心。三妹，别怪你姐，她想重上舞台。三妹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爹，知道吗？姐夫怎么样了？我姐夫他，我找到金主了。你姐夫怎么了？阿爹，我对不起你，阿爹。
备把他们抓回去。你先回去，有事我负责。可是局长他立刻回去，这是命令。是，回去吧。师兄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牺牲了花亭又算得了什么？老板，老板，对不起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先擒王。Ah!
没事吧？